三号他因为他就是来玩嘛，然后他不是很紧张，很紧张吗？所以我就特别仔细的看他，他在抽完牌这样吸了一口气，然后再看别人，就是那一个准备动作被我看到，然后我刚白天醒来想说再看一次，他又吸了一口气，就是又有一个好像深呼吸要让自己平静的感觉，所以可是因为我不太确定他的这个紧张是因为可能很少上来玩的那种紧张，还是因为是个身份牌，所以我会着重三号的发言。 我刚刚先这样看到，也觉得三号的状态好像有点怪怪的，他就是一个很晃来晃去，然后一个很就不知道很奇怪的一个状态，就对，好像有点怪怪的。我知道大家都点三号，但我没有，我只是觉得，因为他看完牌有往我这边笑了一下，可那个笑感觉很假，他那，他说：“哎，三号太怪了。”那的确啦，因为你真的好紧张哦，你紧张到那个。 就是哔哔窜，你知道吗？那是哔哔窜，发三个发抖的特效。哔哔哔哔哔，感觉感觉像在发抖的感觉。其他跟我悍跳，这个脸，好，着装听七发言。赶快说最近很恐怖哦，大家要小心。四五出一张，然后四是我的，五六出一张，然后四是我的悍跳，四是我的查杀，不好意思，四是我的查杀，所以我刚没有，因为我一直在，我刚刚没有报那个查验的原因是因为。 是刚刚已经悍跳了，所以我就不用再想，就是他又是我查杀，我就没有想那么多。我在想他们的格局是什么，所以我忘记讲，这是我的失误，这是我的失误，四是我查杀。